师呢？是我下楼。这就是我居住的地方，带您参观一下我的家。这就是一个大餐桌，然后我还有两个阳台，你看，就是两个阳台，这采光非常好，挺好的哈。是，这边有一个小的吧台，然后可以吃着早餐什么的。这就是我的工作室了。啊，这是一个什么工作室？我是一个摄影师，所以。哦。对，这边呢就是您的房间了。有什么需要就敲我们，我就住在这里。好，那你先忙你的去吧。好，那我早点休息。好好好，谢谢。你醒了，喝杯咖啡。好，还给我准备咖啡。谢谢谢谢，我来。要不顺便一起吃个早餐？哎呀，还有早餐呢，真太……哎呀，这太不好意思了。哎，没事，麻烦你了。不麻烦。骑这么走？昨晚您还睡得好吗？啊，挺好的。那您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啊，我约了朋友一起。啊，有朋友在北京，那还真的挺不错的。您是做什么的呢？啊，我还是学生，然后就过来这边旅旅游。啊，你也喜欢看这人的书啊？你看过吗？你也喜欢看吗？我之前看过他的这本书。哦，还挺有趣的。是我真的很喜欢他。哎呀，时间不早了。我这个快迟到了，和朋友约好了。好，你先忙。不知道您今天玩的怎么样呢？啊，还挺好的，就是北京有点冷。然后我特意为您准备了一杯红酒，然后给您暖暖身子。好，谢谢。不知道您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看的电影类型？我比较喜欢那种比较老式的科幻电影。那您肯定看过一部电影叫《银翼杀手》吧？啊，对，这个电影吧。我特别喜欢，因为它展现出来对未来那些猜想，未来的科技感，那个手法在当时都是特别的超前。没错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好久没有碰到这么聊得投机的朋友了。真的很开心。就我也是，特别的开心。不是，您就。时候也不早了，那我就先回去睡了。那好，那您晚安吧。啊，你醒了，来吃早餐吧。哎呀，又帮我做早餐了。我忘告诉你了，我其实和朋友早餐约好了，要一起出去吃早餐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那我先走了。饭好了，来吃饭吧。啊，我今天和
朋友在外面吃过饭了。至少陪我喝两杯吧。哎呀，不了不了，今天挺累的，想早点休息。哎，你到门口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我给你开门啊。你好。